加在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甘纳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嘉珍珠。今天来到了嘉义，我们来到一个很特别的吊鸭场。这边吊鸭场在田野中间，看到后面都是田。然后这一间吊鸭场非常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吊虾不用钱。不用钱？对。那老板赚？因为它这边吊虾就是你吊起来，你吊多少就算多少。就有点像我们去花莲的那个一样。对对对，就是那一个，代表我们今天可以开两开的钓。没有压力。没有压力。木有压力。因为我每次开单的时候，怕我钓不好，然后其实我有钓起来蛮贵的，所以我们就会一支杆子，然后轮流钓，就是你好像状况比较好，那换你，然后换我手痒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那换我钓一下好了，就是有。钓到的感觉就好，没有钱的压力，没有时间的压力，我觉得开两杆 OK 是吧？他不用开杆，你杆子拿就去钓了。哦，真的？对，好，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可以拿我们发起珍珠三兄弟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那我们就开始钓虾喽。刚有出去看一下这家钓虾场有没有招牌，结果我发现我找不到。通常我跟甘纳迪去吃东西的时候，我们会先找没有招牌的店家，第二个会选的是招牌已经快没有颜色的。对，就是可能已经经营好几二十年、三十年，反正就是很多年的感觉，那种一定很好吃。如果没有招牌还可以经营得起来，那是不是就是还不错？是，代表一定有它的实力。是。所以它叫什么名字？它这一家的钓虾场名字非常有个性，花一点后。我刚原本想说要去访问一下老板，就想要问一下他经营理念。我刚刚也打结，经营理念。再一次 NG。刚刚要问老板他的经营理念是什么？老板就说啊，不要拍我，不要拍我。花一点后，现在要开始小心你的一言一行。咋啦？想下去游泳吗？它的钓虾池是没有那个危险的，对。如果你一个不小心踩空，可能就滑下去。对，所以你一个讲错话，我可能就把你踢下去，对不起，好，我今天会很小心讲话。现在开始哦。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，如果带小朋友来的话，还是要非常注意，因为这池子看起来蛮深的。那我们开始钓。今天开两杆，所以情侣杆。对啊，我们今天用情侣杆。就是上次拍的那个雄鹳，我们好像很久没有一人钓一杆了。上一次是买一杆送一杆的那个。要不然我们今天来 PK 一下。好啊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。钓一个小时。好。然后看谁钓得多。好。输的。输什么？输的付钱，买虾子啊。不要。不管。我买虾子。我不管。就这么决定了。嘉珍珠每次都说我钓虾这么强，怎么可能会输你？他每次玩夜市游戏的时候都说，看起来那么简单，我一定可以。明明就没有玩过，他都说，是我一定可以啊。跟你说啦，我前阵子在矶钓界发展太久了，我现在钓虾界有点生疏了。不然我们 PK 矶钓好了。要开始了没啊？你在作弊是吗？没有，我在量。真是在作弊。我在量水深。你好了吗？你也偷掉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啊。阿珠，没有。我只是先放着而已。先放着。对啊。然后你上面有钩饵的。没有啊。好，那我们要开始了。Hey Siri。啊哈。帮我设定一个小时后的闹钟。你的闹钟已设在13:34。好，开始喽。你看这个人已经跑到镜头外面去了，站在那什么位置？所以啊，你先出事啊！所以啊，怎样？你正吃，所以你现在是要用我钓虾时间来帮你解钩子。这是你放技能的方法吗？对，我帮你解。哎呦，不加我。啊？哎呦，就派呢。
浮游哭啊。阿珠，我钓到了，你呢？老板说要请我们吃，这太大只了吧？老板，这什么鱼啊？武昌鱼。武昌。大陆引进的。这太大了啦！哇哦！你看我的手。你叫伊讲话吗？保证他。这个要抽无？哦，有。哦，恁伫台北、伫台中看无这个鱼啦，这个动作无鱼啦。老板要放虾了。一两35斤，哦，来，来，我到位的啦。啊，剩的我会倒咧卖人。哎，安尼有爽无？一届倒落四半澳嘛，还佫17斤半，啊，敢有人放下像我安尼放？用汤啊，放一下拢水。会加呢，我嘛有。钓到了，阿杰了啦。中虾，哎，阿珠你要说了哦。别打，这是虾算我的哦、喔。啊？因为你拿的是我的杆子。哎。你被我套路了。钓到鱼，很大的鱼，你有看到吗？啊、我钩子直接断掉了。你刚刚也中了一只。老板拿那种头上很大的。很大只哎、欸，龙虾。我现在心跳180、欸，我吓死。我只是想来这边钓虾，结果钓到那个是什么怪物？老板，下面那是什么鱼啊？逮啊！哦，逮啊！啊，刚刚钓到，钓不起来啦，那太大只了啦，7到10斤，是要放来赶虾子的。阿珠，来看结果啦。我们前面第一个小时 PK 的时候很惨，但照理来说应该是我输了。对，因为你钓了几只？2只。2只。对，然后我钓1只而已。我1只。我们第一个小时会钓那么差，就是因为老板说前几天霸王寒流，然后老板这边死了300斤的虾子，嗯，所以今天虾子都还没有来，所以我们第一个小时钓得不好，然后老板下车来放虾之后，整个形势大转变。就是原本一开始我们架了摄影机，然后都想好，哎，这个角度我们两个都录得到，然后到后来我们已经兵分二路了。对，就其实不知道对方到底钓得怎么样。几只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7只，很厉害呢。好，换我这边。1、2、3、4，我抓5只，你是不是偷我虾子啊？没有，我还帮你起1只哎，所以你是4只。
我严重怀疑你跟我换网。没有，好不好？就是你可以发现，要么是情侣，要么是亲子。然后我发现情侣都是一人一杆，当方有起虾成功的时候，就会赶快跟另一半说：“哎，虾虾，这边有虾，这边有虾。”这跟我们刚开始一样。后来我们就是已经不管你，不管我。那是对，那是因为我们刚有赌注，好不好？对，就自己找虾了。然后现在看情侣们就是帮忙找虾在哪里，就是一起体验那个乐趣，不知不觉就一个下午。好，若是我们今天影片记得珍珠三兄弟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我是钓叔加珍珠的甘纳迪，付钱。好了，我去付钱。我是肚子很饿的加珍珠。拜拜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加欢迎。我甲甘纳迪讲好，伫咧10万 follow 的时阵，抽出甘纳迪的一只礼物，所以各位观众朋友，赶紧 follow， 嘿，就是 follow channel。290。290。哭啊，我的钱！哭啊，我的钱！